边的帅哥都有权利打远球。这个球结果打到的是在中左外野方向的飞球，在游击后方，最后林宗南后退，把这个球给接杀出局。九局下半了，兄弟相对的进攻呢是三上三下，没有攻下分数，才克呢成功的收尾，也帮助义大在这场比赛呢最终呢是以8-5击败了对手。这场比赛呢对于义大来讲当然是相当的重要。高国辉今天有猛打赏，单场双响炮，最后义大是8-5赢球。